今儿咱吃个冰粉儿去吧。哎呦天哪，多凉啊！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走。哎，林妹，呵，你看他这小吃还挺多的。我会更加坚定，再把说唱和自己的生活兼并，为了天津，我愿意当个尖兵。Hip Hop 的路，不管有多艰辛。喝着海河的水，从不分东南西北。天津的孩子准备好把握每次机会，成长的滋味。我从冰水西道出发，把困难击溃。哎，燕子，快看这个书信吧，都是小时候的记忆。这个什么呀？棒棒糖。打零后的记忆。是呢，哎呦，毛毛虫的软糖，棉花糖。最爱吃就是香蕉片儿了。哦，还有这橘子糖，太全了。嘛小吃都有哈。你们这有纸儿是吧？哎，一进来是眼前的，有您浪漫的，这么多小吃。哎，林妹，怎么样？来来传统的吧，来行，来传统来一份。那个十八是吧？行，行，来一份。行行，哎，好嘞。哇，看这一大碗还真不少啊！看上面的料，还是很足的。是呢，太诱人了啊！这冬天吃这是不是也太爽了？哎，尝尝啊，哟呵，咱俩买这一大份哈，真不少，我觉得三吃就够了。这冬天有点凉，所以我们俩就买一份啊，吃太多了不好，太凉。哇，看这个晶莹剔透的感觉，你看这里面因为有红糖，所以是这种噔噔噔噔。冬天还能吃到冰粉啊？哎，不过你们身体真够好的。这里面馅还是蛮丰富的，红小豆，这是蔓越莓干，这是还有这个美国大杏仁，还有这个葡萄干，这是什么呀？瓜子仁是吧？这还有红果吧？还有红果，我尝这个。这一份多少钱？这一份是十八，是传统的，也是他们店卖的最好的。因为他说了，冬天就有这个，夏天还有，夏天的会有一些水果的呀，什么的食品的。哎，林妹，老板长得够帅的，哎，有一进门就看出来，还戴个美瞳啊，白白净净的。是啊。管他够仔细的，看多了又。刚才我就想跟您说呢，是吧？够红糖味儿，够浓点儿，瞧着眼睛边行吗？眼力不错，里面有管子儿，我看那个有，那有。你看，能看见透明的，好多冰粉了。我这一份量真挺大的，咱点一份对了。哎，它不是很凉，不是很凉，有点像那龟苓膏的感觉，但是比龟苓膏好吃。龟苓膏人是有营养，但是我有时咱接受不了那味道。跟中药赛的，哎，你看，是吧？哇，这大份太多了，吃完了哈。一会儿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吃。对，跟我们一块吃啊。然后我们上车接着吃去。好的。哎，这俩还不错啊。喜欢吃冰粉你可以尝尝，料给的特别足。对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不错不错，18块钱啊，看着听着一下挺贵，然后一看这个做法里面这么多料了，还是不错的。是。